男主开局就被戴了顶绿帽子，每天省吃俭用舔的女神，如今却在家楼下和别的男人车震，不仅狂夸技术比男友好。 而且发现了男友就在旁观，还特意露出一副爽翻天的模样给他看。这时，男主手机突然传来了父亲病危的电话，没办法，只能先抛下这对狗男女，直奔医院而去。流年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是因为打游戏搬砖突然昏迷不醒，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为了调查原因，流年决定去游戏里寻找答案。刚戴上 V R 头盔，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了名为《荣耀争霸》的虚拟真实游戏中。起初，流年利用系统给的新手奖励升级、爆装备都很顺利，甚至还幸运的爆出了稀有修行灵石。 直到一群不速之客出现，意外发生了。而带头准备抢夺他的，正是那对狗男女。因为刚出新手村，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连前女友的随意一击都没接住。最终在小白脸的攻击下，被一刀毙命，惨死荒野。然而，当流年再次睁开双眼时，发现膝下竟多出了两个美女。 而且还有个九尾狐狸主动投怀送抱求疼爱，直到玉贵人拿出铜镜，通过叙述加上看到了镜子中那道陌生的脸，流年这才意识到他竟然在游戏中穿越了，而且还穿越成了 NPC 商纣王帝辛。唯一遗憾的就是他是在皇陵中获得重生的。为了验证这一切都是真的，流年还特意吩咐玉贵人用舌头替他解决疲劳，结果果然如梦如幻，爽翻了天。 而苏妲己见到大王有如此雅兴，便主动提议要姐妹们和流年来个鸳鸯浴，以此庆祝重获新生。眼看着妲己虽然用了无尽岁月替他守皇陵，却仍然风韵犹存。待到衣服剥下的那一刻，流年彻底坐不住。然而走进浴池，他又发现了不对劲。原来酒池肉林还真的存在，并且这里不仅能使人缓解疲劳，还可以加快修炼。那他喵的还等什么呢？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修行吧！刹那间，一道道悦耳的声音传遍了整座皇陵。大战一直持续到虚无中，系统传出声音才停了下来。恭喜宿主成功激活隐藏职业人皇。 习得修炼秘法，酒池肉林和暴殄天物。而当流年刚穿好衣服，玉贵人便传来了噩耗，表示申公豹已经到达了皇陵，并声称要妲己姐姐立刻出来议事。由于此行凶险未知，妲己便建议先把流年藏进他胸口的饰品中，如此流年也可以一同和妲己前去皇陵宣德殿会一会申公豹。不久后，画面来到宣德殿中，眼看着申公豹竟敢私自坐上皇位，苏妲己二话没说，挥舞着利爪就要上前大战一番。不料一小兵还想出手阻拦，而妲己仅,仅仅是看了他一眼。 气息爆发间，便已将其轰得倒飞而出。见状，小兵急忙出言叫停，表示申公豹已经接管了游戏运营，先冷静一下，听他说完再打也不迟。而直到听完申公豹的叙述，流年这才明白，原来这款《荣耀争霸》的游戏乃是元始天尊和姜子牙一同开发的，用来从现实中选拔可以飞升仙界的人才。 最初的设定机制规定，即便是玩家在游戏中死亡，只要精元不灭，就可以去复活点复活，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但这一切在申公豹伙同通天教主将姜子牙封印后都被改变。他们私自把魔界的妖魔放进游戏中扮成 NPC，偷偷吸食人类精元，以至于像流年父亲一样的玩家在现实中就会陷入昏迷。而元始天尊因为闭关，至少需要千年才会苏醒，因此只要他们利用好时间，吸收足够的人类精元，便可突破桎梏，成就大能。 而此次申公豹来黄陵的目的，就是探查纣王是否已经获得重生。因为人皇的精元足以让通天教主境界跨越两个层级。但听妲己说纣王并未重生，申公豹也就没有选择深究，只是承诺如果可以帮他找到纣王帝辛的转世，通天教主定会设法将妲己三姐妹救出黄陵，逃出生天。说完便以巡视为由转身离开了宣德殿。听到这里，流年也明白，如果不设法阻止申公豹的阴谋。 恐怕不仅父亲会出事，就连现实世界都将毁灭一旦。而见到大王有如此雄心壮志，妲己紧忙掏出了一块玉玺，表示玉玺乃是纣王临终所留，只有人皇血脉才可打开。流年意念一动，一把生了锈的宝剑便出现在了面前。据胡喜妹所言，此剑名为龙凤剑，大成之日可一剑破万军。就目前状况，还需要许多稀有材料才能激活。流年听完也没选择着急激活宝剑，因为他此刻还是个新手菜鸟，努力升级才是眼下最要紧的。 听到流年要离开，妲己紧忙上前抱住，依依不舍。随后又发誓，他定会勤勤恳恳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境界，可以出去侍奉流年。紧接着，伴随流年意念涌动作用在玉玺上的一刹那，便在爱妃们的恭送下，眨眼间就又穿越回到了新手村中。她本是家财万贯的豪门大小姐，<laughs> 如今却以洗澡为名，将全身涂满迷魂药，背地里干起了色诱男人、行窃的勾当。 可男人不仅没晕，反而犹如猛虎一般将他扑倒在床。原来是药店失误把迷药换成了春药，这才导致女孩丢了第一次，被迫要求穷屌丝成了她的上门赘婿。回想起两人初相识的地方，还是在游戏中的新手村。流年刚从纣王皇陵中穿越回来，就碰到了玩家们一拥而上前去抢夺刚刚刷新的副本，其中属方琪尔一马当先冲的最猛。 从他的速度和装备上不难判断，方奇尔定然是哪个大家族的氪金玩家。面对着众人都无法击杀的幺零七参数精，方奇尔使用宝剑奋力挥出，下一秒便将困住大家的藤蔓全部斩断，但却唯独忽略了隐藏在地下的一根藤蔓。冲出地表的同时，就将方奇尔和流年瞬间缠绕，紧密的将两人捆住，吊在了半空中。随后就看参数精低头的一刹那，一颗颗果实缓慢移动到两人面前。 砰的一声炸裂而开，里面的溶液甚至都将流年的上衣全部溶解蒸发。见状，方奇尔急忙表示自己的项链就是法宝凤凰翎，但此刻却无法施展催动。没想到话还没说完，流年便一口将项链咬了下来。那每次都需要好久才能施法催动的凤凰翎，竟然在流年的嘴里被瞬间催动，当场将怪物秒杀。流年也通过击杀深树精获得了材料之外，还成功连升了三级。而相比于方奇尔的震惊，隐藏在角落里的前女友和小白脸却一脸问号，他们不明白这个穷逼为啥突然间会变得这么强。 但方奇尔却发现了问题所在，想到流年刚刚是用嘴巴施展催动的凤凰翎，方奇尔便来到了流年身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亲自用嘴来搜索一下。可搅和半天才发现流年嘴里根本就没有异样可言，随即又紧忙起身表示姐不会白亲了，不远处就是即将举办拍卖会的宝华楼，先和我回趟家换身衣服，咱们就去为你买宝物作为谢。 眼看着表面上方奇尔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感谢流年才会如此，可实际上他却藏着私心。回到家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流年可以瞬间施展法术的秘密，所以在回家的路上还特意瞒着流年买了一瓶迷魂呢。 导致俩人到达家门口时已经是夜晚时分。看着面前自己曾梦想过无数次的大别墅，流年正享受着财阀乐趣。见状，方奇尔便借由子说要去洗澡，来到浴室后，一瓶紫色药水就被他拿了出来，将两条腿都涂满之后，便一脸诱惑的穿着浴袍走出了浴室，来到流年身前，药水开始自动挥发。只见方奇尔刚准备抬起大腿。 流年便已经控制不住冲动，上前对着脚丫子就是一顿踢。而眼看着流年不仅没晕倒，还一脸欲火焚身，奔着他扑来，方琪尔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从自己身体中传出来的奇怪感觉来看，定是买药的时候老板误把春药当成了迷魂药。但由于药效发作，两人都中了招，只能任凭一场旷世大战发生。战争持续了两个小时，这才消停下来。一想到流年竟然夺走了自己的第一次，方琪尔便气不打一处来，不仅主动要求流年入赘方家给他当赘婿，连拍卖会都没心情去了，直接扔给了流年一张卡。 表示里面有一个亿，相中什么就去买什么，赶紧。然而听到流年穿衣服往出走的声音，方七尔心中又有些不是滋味。想到刚刚流年的表现确实让他很快乐，那就认了这个赘婿，努力培养他成为方家的助力吧。不久后，画面来到拍卖会宝华楼门口，流年刚准备进入会场，就被给他戴绿帽子的狗男女拦住了去路。 一个价值四万的香炉，男人却用一口价四百万买下它，只为出口气给他的女友和小白脸看。原来这是刚刚前女友伙同小白脸还在埋汰流年穷逼一脸寒酸样。没想到紧接着流年就给他俩上了一课。由于此次拍卖会入场人员的最低门槛都需要一千万资产，前女友听后差点笑抽，扬言这小子要是能拿出这钱，我都去吃翔。不曾想下一秒就被光速打脸，因为流年掏出的竟然是至尊黑卡。 要知道，此卡最低的使用额度都是一个亿。见状，前女友自然不信，立刻找来的安保人员要求现场查验卡的真伪。没想到，这卡不仅是真的，流年还被带进了 VIP 通道。反观他们自己，因为普通金卡的缘故，就只能跟随大众一起排长队入场，以至于进入拍卖场后，眼看着流年坐在了第一排。 气得黄毛男咬牙切齿，发誓一会定要出口恶气。伴着宝华楼老板娘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卖物可以回复血量的冰玉香鼎就被拿了出来，起拍价十万的价格瞬间飙升到了一百七十万。而随着黄毛男二百万喊出，场面一度陷入沉寂中。直到流年一声四百万直接打破了平静。但这一切其实都是黄毛男想要看到的，因为在他眼里，流年的至尊黑卡一定是偷的。如果被失主发现，自然不会放过他。而接下来的拍品，流年都没有出手，恰好也验证了黄毛男的想法。 直到老板娘抬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九曜苍龙袍，一件攻防兼备、战士法师都可以穿的战甲。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众多玩家一阵哄抢抬价。黄毛男更是出价五百万，势必要拔得头筹。没想到流年竟直接喊出了一千万，再次震惊全场。而相比于被惊掉大牙的众多玩家们，老板娘却显得异常兴奋，暗自窃喜，一定要设法认识流年这个大佬。而她的想法也恰巧和流年的前女友不谋而合。 随即就在不久后，流年才到后台试穿了战甲，前女友便闻讯主动找上了门，走上前还想利用美人计勾引流年吃回头草，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记大嘴巴。子。我说更衣室怎么如此喧嚣？原来是贵人身旁桃花朵朵呀、啊！话音刚落，老板娘缓步上前来到身旁，轻声询问流年晚上可否有时间上课。前女友听到此话，本想出言还击，不料却被老板娘一脚踢出了房门。就在这时，音乐一响，逼王登场。只见黄毛带着警官就要让流年拿出黑卡接受检查。 没想到结果还是失败，惹的黄毛恼羞成怒，气息全开就要当场发飙，而此举恰巧应了流年测试战甲强度的心意。但他还没来得及出手，黄毛就已经被老板娘一扇子扇飞了出去。没办法，黄毛只能留下狠话，仓皇逃跑。只剩下流年俩人，让老板娘更加放肆起来，主动开始邀请流年，现在就去他房间上课。而流年本想以他结过婚为由拒绝邀请，没想到却惹得老板娘变本加厉，突然抱住了流年。怎么你是嫌弃姐姐老吗？姐姐的技术可不是那些木头可以比的。说完便一口直接对着流年吻了下去。 温馨提示：由于本集画面相当炸裂，部分剧情解说需要宝子们自行脑补，谢谢。上集说到，老板娘本想通过亲亲来探查一下流年嘴里的秘密，不曾想却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紧接着，她便半蹲下来，表面上是想炫耀自己的技术可以为流年缓解疲劳，实则内心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结果果然不出所料，但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刚感受到他姐姐的气味，由于课程进行过快，流年很快便呐、呃、喊出声交卷下了课。而对于老板娘的教学，流年那是赞不绝口。 这时，老板娘又递给了流年一部手机，表示这里有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后面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拿起手机，流年这才知道老板娘名叫青丘雅，但这游戏世界也在使用手机通讯，未免让流年一时间也蒙了圈。眼看着流年的吃瘪表情，逗得青丘雅花枝乱颤，情到深处冲过去抱住流年就要再上一课，不料一阵强光袭来，将两人瞬间弹开。而见到流年的护体法宝，青丘雅也认出了他正是帝王的玉玺，这下更加让他确认了流年就是纣王帝辛的转世。见状，他又急忙掏出一颗储物戒交给流年，表示如此。 重宝如果不放在储物戒里，定会招来杀身之祸。姐姐不在身边，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姐,姐。而这一声“姐夫”叫的流年瞬间一脸问号，随后他才知道，原来邱清雅说的姐姐正是九尾妖狐苏妲己。眼看着邱清雅乃是一家人，流年就也扔掉了防备心，想让她通过拍卖场的关系来寻找一下自己父亲和弟弟的下落。说完起身，刚准备离开，一个被邱清雅称作小八戒的人便出现在了门口。只见他刚一见面就扑通一下跪在了邱清雅面前，开始求爱，惹得清雅一脸嫌弃，一口唾沫直接吐进了小八戒嘴里。 可小八戒不仅没愤怒，反而还细细品味起来，表示这唾沫有点咸，还有点腥，询问邱清雅最近是不是上火了。然而一旁的流年却知道那哪里是上火，明明都是他的孩子们啊。然而流年刚出房间，还没走几步，小八戒便紧随而来，叫住了他，吓得流年一激灵，开始暗自伤神，不会是这小子知道他吃的是什么了吧？ 当你意外穿越成了商纣王，会有什么体验呢、啊？刚回到家，妲己便扑进了你的怀中。两个宠妃吃醋，为了让你雨露均沾，特意制作了一款专属神器水床。它不仅可以让纣王加时，而且双休起来还能事半功倍。三女摆好姿势，我的纣王，你还在等什么呢？就在刚刚，流年被小八戒突然叫住，看其来者不善，还以为要对他动手，没想到这小子竟当面哭了起来，非要拜流年为师，教他如何才能俘获青丘雅芳心。而流年本不想应允，但听说小八戒乃是天罡商会的人，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表示自己虽然不差钱。 但你拜师最起码的见面礼还是要准备的吧？话音刚落，一箱子法宝便出现在了眼前。很显然，小八戒是把能拿出手的都拿出来只为可以证明诚意，让流年尽快教他泡妞秘紧接着，一本名为《狐妖四十八式》的书籍便被流年掏了出来。而小八戒肯定想不到，这本他从未见过的图书，其实就是流年和妲己上课时被记录下来的画不久后，为了尽快升级，流年来到了灵树森林，拿着小八戒给他的药水和离火符相互配合，一击之下直接秒杀了所有狼妖，获得大量经验，连升五级等级，来到了二十级。 根据系统提示，目前他还是个五指散修，所有技能都已封顶，只能去转职大厅转职，成功后才能突破。然而，当流年来到转职大厅，却出现了意外。只见他来到前台，表示自己已经到达二十级，要转职成为战士，结果却显示失败，无法转职。 甚至换成别的职业系统也显示他不具备转职条件，同样以失败告终。思来想去，转职失败很可能是因为他纣王的身份造成的。随即，流年立刻拿出玉玺，意念涌动间，下一秒便传送回到了纣王陵墓内。当流年外貌变成纣王的一刹那，苏妲己便已经急不可耐的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而听着妲己叙述，这才得知原来自己无法转职，就是因为纣王人皇血脉的缘故。但其实妲己早就为流年准备了七窍玲珑，只需要腌制三日，服下后就可以提高技能学习上限。 这时，另外两个爱妃也钻进了流年怀中，表示这次回来为了让流年雨露均沾，他们特意为其用灵力制作了一款专属法器。随即，在三女的指引下，穿过走廊，打开房门后，一张粉红色的床便映入了流年眼中。听说此床不仅可以让双修事半功倍，甚至还能让流年家世经久不衰。伴随着三女依次躺了上去，摆好造型，便齐刷刷的看向流年：“大王还等什么呢？快来一起修炼啊！” 挑战全网最炸裂视觉体验！再次声明，本集部分剧情需要自行体会，谢谢。上集说到流年穿越回到了纣王身份，眼看着三位爱妃齐聚一床，忍不住发出感叹：别人嗑要加 buff，轮到本王打桩加 buff，真是爽歪歪呀、啊！然而据妲己所言，这多修之法还是她们三姐妹共同为纣王私人定制。的。 此功法能助流年淬炼人体九窍，让流年更容易吸收天地精气，不仅修炼速度可以翻倍，甚至修炼成仙都指日可待。话音刚落，看着胡喜妹已经抢先用嘴为流年淬炼口窍，床上的妲己和玉贵人开始埋怨出声。见状，胡喜妹便表示，既然姐妹们都等急了，那干脆就三处窍穴同时淬炼吧。说完，一把就将流年推到了床上，感受着一股股阳刚之气不断涌入体内。听着妲己叙述，这才得知，原来此床名为凤鸾春恩床，乃是用九百九十九头雄性妖兽的肾炼化而成。男人躺在上面。 即使持续二十四小时运动都不会感到疲惫。说完，妲己便和玉贵人开始配合，帮流年淬炼排水窍和菊窍，而胡喜妹更是为了加快口窍的淬炼，直接一屁股照着流年坐了上去。刹那间，此起彼伏的声响传遍了整座黄陵，直到五个小时过后，一阵光芒浮现，伴着系统声音响起，今天的淬炼也宣布暂时告一段落。恭喜宿主秘法九池肉灵提升至终极，七十二小时之内修炼速度由两倍增加至四倍。 恭喜大王三窍淬炼成功！听着爱妃们的庆贺声，让流年感到浑身瞬间充满了力气，但却没料到妲己竟还为他准备了特殊礼物，那便是安排了其他人来帮流年淬炼另外的六窍。紧接着就看妲己一声娇喝，一个名叫牛甜甜的女孩便进入了视野中。此人虽然是牛魔王的妹妹，但也同时是妲己的徒弟，所以用起来也比较放心。而且为了不让牛甜甜尴尬，妲己还特意嘱咐她，既然成了大王的女人，那么以后彼此就以姐妹相称了，因为牛奶是淬炼双目的至宝。 因此，双眼翘淬炼就交给妹妹。说完，便行了跪拜礼，退出了房间，目送姐姐们出了房间。牛甜甜胆子也大了起来，缓步来到流年身边，衣衫褪去的一刹那，伴着一声娇喝响起，两盏大灯直接顶在了流年脑门上，双目翘淬炼就这样开始了。然而，淬炼过程让牛甜甜痛不欲生，忍不住向流年索取：“大王，奴家有点受不了了，还请大王恩赐雨露，以解危机。” 本集继续炸裂剧情，年纪小的请自觉退后，谢谢。啊、上集说道，牛甜甜情到深处来了个华丽转身，恳求流年用鞭策加以疼爱。这特殊癖好惹得流年一阵眩晕，随即也顾不上那么多，照着目标开始无差别鞭打。 刹那间，此起彼伏的声响传遍了整座黄木。然而，即便是流年的手都打准，这小奶牛却仍不满足，还嚷嚷着想要更多。就在流年准备用尽全力给他上一课时，该死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原来是老板娘雅姐找到了表弟的线索，没办法，流年只能选择退出战场，准备前往碧波潭一探究竟。临走时，还特意安慰了牛甜甜，要她安静等待自己处理完手头的事就回来继续淬炼双目。 说完，在发动玉玺转移技能的同时，又丢出了一根大黄瓜，让他忍不住可以先自行解决。不久后，画面转到碧波潭中，流年刚使用玉玺空间转移来到这里，便看到了一群人正在围殴一只鲶鱼精。而当认清鲶鱼精的长相之后，看着那和表弟几乎同一样貌的神情，顿时让流年一阵无语凝噎。出于谨慎，流年试探着叫出了表弟名字，下一秒，表弟便冲出人群，一把抱住了流年大腿。这尴尬一幕顿时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但流年却没管那么多，只是询问着表弟和爸爸在游戏里失踪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当初两人进入游戏，一路升级到二十级，来到了转职大厅。流年爸爸成功转职的同时，表弟却莫名其妙的被传送到了碧波潭，还被系统赐名奔波尔。而且他还被这里的地头蛇九头虫囚禁在此，把他当成了诱饵，勾引来玩家他号钓鱼吸收精气。这时话音刚落，伴着水面突然炸裂而开，九头虫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凡人敢入本王的地盘，全部献出精元，否则死！ 然而，面对九头虫的警告，大部分玩家还在研究怎么打团战、刷副本，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反观流年，却清楚的很，因为通过他对这款游戏的理解，这里根本就没有九头虫的设定，而九头虫却出现在此，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和篡改了游戏设定的申公豹是一伙。所以，面对众人的群起而攻之，九头虫仅仅,仅是释放了一下威压，下一秒，所有玩家便全被震伤，呆立在了原地。这是堪称漫画史上最变态的惩罚。 一个大男人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小女人，让拥有两个弟弟的手下当众给他上课，其他人更是不甘示弱。拽起男人的女友开始干活，势必要比一比到底谁发出的声音更大。就是能干。九头虫仅仅是释放了一下威压，便将众人全部抹杀，只留下了流年三人还活着。在他准备吸收精气时，吩咐了手下将三人擒住带回洞府。为了活命，流年只能掏出了几张符咒，击退虾兵蟹将的同时，急忙转头让奔波霸尔假装攻击他，好让他逃命。所幸表弟的演技还算可以。 佯装攻击的同时，告诫其他小兵：“这里有他，赶紧去抓剩下的两个。”眼看着女友碧池已经快要坚持不住，金少便想出了一个法子。 将前几天氪金买来的远程大炮掏了出来，想着擒贼先擒王，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尊，一炮直接将九头虫腹部轰出了一个大洞。紧接着，在金少开始扬言装逼时，意识到不对劲的流年，紧忙拽着表弟跑向远方。结果果然不出所料，由于实力差距过于巨大，导致金少的攻击非但没有击杀九头虫，还彻底激怒了他。意念涌动间，竟使用魔法将金少变成了女人模样。 随即在九头虫的示意下，一众虾兵蟹将直接将金少擒住，围在了中间。为首的鲨鱼哥仗着自己有两个宝贝，直接双管齐下，一发入魂。下一秒，伴着此起彼伏的声音传出，吓得流年和表弟赶紧互相捂住眼睛，不忍直视。这时，当九头虫注意到两人的一刹那，趴在地上的金少和碧池急忙告密说他们是一人，流年是奔波霸的表哥，他们在演戏给你看。明白奔波霸已经成了叛徒。九头虫回头对着两人发出致命一击。 所幸流年有着九曜苍龙袍的保护，这才没被秒杀。利用暴殄天物技能瞬间回血三次之后，也顾不上暴露身份了，直接掏出了玉玺。本想利用玉玺传送，带着表弟逃出升天，不曾想在九头虫认出流年就是纣王帝辛转世的一刹那，利用秘法封印瞬间破坏了传送阵。完了，这下彻底要全剧终了。 来了来了，本集后面部分继续炸裂剧情。温馨提示：小朋友们禁止观看，谢谢。上集说到，面对强大的九头虫怪兽，已经被认出自己就是纣王转世的刘年，本想利用燃烧人皇精血殊死一搏，奈何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作用在九头虫身上的攻击就像挠痒痒一般无济于事，而且还因此彻底激怒了九头虫，使出必杀技就要将流年当场灭杀。就在这时，天空一道金光骤然乍现，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尊。金色光芒化作两头金龙，笔直坠下。 瞬间便将九头虫人手分离，当场击杀。在流年通过辅助击杀爆了装备，获得大量经验，连升四级的同时，只见一道骑着穷奇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半空中，而他正是殷商太师文仲。就看他从半空刚一落下，便直接跪在了流年面前。老臣文仲救驾来迟，还望大王恕罪。没想到此生还能再次见到大王。话音刚落，又是两道光芒从空中射向了地面。他们分别是殷商青龙关总兵张桂芳和大商免池守将张奎。原来他们虽然都曾因守护商汤江山社稷而战死沙场。 但却因忠义勇猛，最后还是被载入进了封神榜。因为神魄被封神榜契约的缘故，他们只能被迫在天界各司其职。如今只能把希望放在流年身上，希望流年早日飞升成仙，帮他们打破枷锁。至此，寻找表弟血战九头虫的事件以九头虫生死道消告一段落。为了不让剩下的人泄露流年重生成纣王的隐喻，流年还特意吩咐了文仲打开第三只天眼，利用仙法进入到大家的脑海中，将所有人关于这里的记忆全部消除。 这才接受了三位爱将的跪拜大礼，目送他们返回天界，消失在了天际。而在吩咐表弟回新手村继续修炼的同时，位于乱石山碧波潭水下龙宫内，看着九头虫的身份名牌突然碎裂，九头虫的妻子万圣公主愤怒的直接站起了身：“到底是谁胆敢杀了本宫驸马？待我查明真相，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画面转回到碧波潭，处理完了后世流年，便决定先返回皇陵完成淬炼。 利用玉玺传送回到轩辕洞的一刹那，三位爱妃均已到场，唯独不见妲己的身影。原来妲己是去了内殿，专门为流年准备双耳窍穴的材料。随即，流年便把目光落在了牛贵妃身上，让她扔下了黄瓜，两人火急火燎地进入了卧室，急忙开始了还没完成的双目穴淬炼。待到淬炼完成，成功习得技能火眼金睛,睛的系统提示刚响起，闻讯赶来的妲己打开房门，便直接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紧接着，还没等两人温存，一个自称是水凝的少女便走了进来，而她正是妲己为了流年完成双耳穴淬炼找来的关键。 据说水凝本体乃是东海之滨的灵妖，他的第一滴血可以让人听到世界上的一切细微声音。但因为水凝的第一滴血极其珍贵，不能被污染，所以只能用道具来获取。话音刚落，只见水凝已经躺在床上摆好了姿势。见状，流年也没客气，拿起了道具，先是认真观摩了一番，之后便将道具缓慢的推了进去，伴着一道尖叫声传出，水凝的第一滴血就这样成功的被采集而出，由妲己亲自操刀将血滴进耳国。 至此，双耳淬炼完成，成功习得顺风耳技能。趁热打铁，贵妃又拿出了另一个奇物玲珑果。流年用鼻子闻了片刻之后，淬炼九窍在此刻也全部完成，成功解锁了人皇器物，激活了隐藏任务活动。荣耀大陆于明早九点，位于万民谷刷新大型副本。完成活动奖励的物品正是重铸神兵龙凤剑的重要材料，因此流年也没有犹豫接下了活动任务。然而他也没想到，一场阴谋正在万民谷酝酿着。 他正是经过申公豹的透露，得知九头虫被流年击杀，提前来到万民谷布下埋伏的万圣公主。穷屌丝因为是女富豪的赘婿，惨遭女友闺蜜唾骂嫌弃，唯独女少妇对他另眼相待，主动求疼爱。原来他很清楚，男人不仅是纣王转世的人而且还是杀了他丈夫的真凶。女人使用美人计倒贴，就是为了替夫报仇。 就在不久前，万圣公主找到了申公豹，得知夫君九头虫就是被纣王燃烧精血释放人皇血脉之力，召唤出了殷商太师文仲才将九头虫击杀。而因为万民谷的大型副本即将开启，纣王肯定会去，所以届时就是他报仇的最好时机。看着获得消息后悲愤离开的万圣公主，申公豹这才露出了邪恶笑容。此刻他清楚的知道，在通天教主没现世之前，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封神榜中的文仲等，所以如果可以借刀杀人才是当前最好的办法。 画面来到几天后的万民谷内，提前来到这里的万圣公主，为了以防不测，便想到了伪装成普通人的模样，先探查一下虚实。当看见流年走进谷内后，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就被一个白衣女子的突然出现打断。来人正是小富婆方琪儿，并且为了刷副本，这次她还带来了两个闺蜜一起组。然而听说了面前这个还没转职的散人，竟然是方家赘婿，眼光极高的方叔便一口拒绝了流年组队的请求。就连徐美娇也口出狂言，表示垃圾就是垃圾，二十四级了还没转职就别进队伍拖后腿。 这时，万圣公主突然出现，就要应聘组队，扬言她乃是二十六级的控制系法师，一定会对你们有用。可就在大家同意了她的组队请求之后，没想到万圣公主直接来到了流年身旁，俯下身轻声询问起流年去没去过碧波台，惹得方琪尔上前直接打开了公主的手，就要发飙。而为了不暴露身份，万圣公主只能选择道歉求原谅，但心里却已经下定了决心，只要进入副本，就会将所有人全部灭杀。 她本是一代魔教公主殿下，如今却假扮成了凡人混进队伍，和一个富婆抢上了老公。而男人虽然早已看穿一切，却没有选择揭穿。原来他也一直在扮猪吃虎。 就等公主露出原型，好英雄救美，一网打尽。不久后，队伍已经进入了万民谷副本内。此次副本规则很简单，只有成功抵达最深处的 boss 副本层，才有资格参加最终团本战。这时，流年回头看向万圣公主，露出邪魅一笑，因为他很清楚，由于此处有天兵天将监视把守，万圣公主想要动手，也需要等待队伍进入最深处才可以。一路上，万圣公主都伪装的很好。 一边利用自己的魔法师身份帮助队伍击杀小怪，一边获取大家对他的信任，一直到小队到达了副本 boss 层入口，万圣公主这才露出真容，发出了阵阵邪笑，释放出技能黑暗领域，将众人包裹进阵法后，气息全开，仅用了一招便将大家瞬间轰飞，差点秒杀。而面对万圣公主的步步紧逼，流年也早有准备，先是召唤出了八戒防御罩，让几个女孩先进入保护罩内躲避攻击，紧接着就在他打算独自出去挑战万圣公主时，方琪尔本想和他一同面对危机，但却被流年拦了下来。 从刚才万圣公主的攻击来看，你出去只会给我拖后腿，留在保护罩里最起码会保证安全，等我回来的。听到这里，方奇尔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众发誓，如果流年能活着回来，就答应做他真正的妻。流年听完笑了一下。 走出保护罩便向着万圣公主而去，而两人可能都没想到，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都被藏于暗处的天神哪吒三太子尽收眼底。眼看着流年释放影分身，对着万圣公主正进行无差别打击，但大家都明白，还没有转职的流年技能等级最高就是四级，所以万圣公主受到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就连藏于高处的哪吒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想着面对一个二十级大妖，身为散人的流年竟然还敢出手挑战，真是可笑。然而下一秒，哪吒便被光速打脸。 因为万圣公主眨眼间就被流年轰得倒飞而出，这一幕不仅让方奇尔芳心大乱，甚至连她的两个闺蜜都对流年改变了看法，纷纷抢着要为他生猴子。但显然，身为二十级大妖的万圣公主没那么容易落败。只见她起身擦掉了嘴角处的鲜血，紧接着周身开始散发出大量紫色气息，下一秒直接释放出了终极奥义紫娇灵舞，目标直指流年本尊，快速袭来。 男人的屁股被毒蛇咬了一口，昏迷不醒。老婆只能用跪舔的方式清除毒素，可仅仅是舔了几口，便让他面色潮红，一泻千里。原来男人乃是双修中的极品。为了让男人尽快苏醒，女人竟答应了闺蜜，只要一起跪舔，就和他们共享老公。就此刚刚，面对万圣公主的终极大招毒蛇攻击，流年本想利用飞行法宝逃出升天，不料那法术竟自带跟踪锁定目标功能。为了活命，流年只能选择把屁股亮给毒蛇。趁着毒素还没有蔓延，流年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毒蛇的跟踪锁定功能，抱住万圣公主，让她也成为攻击目标。伴着万圣公主被自己的大招秒杀，万民谷危机这才算告一段落。邦奇尔兴奋之余，直接一口对着流年亲了过去，惹得身旁两位闺蜜一阵嫉妒嫌弃。然而就在几人吃着回血药准备恢复状态时，一道巴掌声突然响起，来人正是一直在上方观战的封神榜上神哪吒三太子。而哪吒选择现身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看中了流年的天赋，想当面收他为小弟。不料话音刚落，流年突然毒发晕倒在了地上。 见状，健壮方奇儿只能跪求哪吒出手相救。没想到哪吒却语出惊人，表示在流年身体里的毒素，他可以帮忙出手解决，但表面上的还需要你们自己处理，并且清理毒素的方法有些特殊，必须由方奇儿和她的两个闺蜜一起合力，将真气汇聚到舌头上舔舐伤口，才可根除毒素。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三女一脸羞红。要知道，流年受伤的地方可是屁股，如果忍不住舔到其他地方，那可怎么办？但眼看着流年命在旦夕，而两女对流年也不反感。 再加上方奇尔的苦苦哀求，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可就在方奇尔上前准备时，意外发生了。只见一道金色龙光骤然乍现，紧接着一根金箍棒便出现在了几人眼前。听着哪吒叙述，这才得知原来流年竟然是双修中的极品体质。听到这里，几个女孩更是卯足了劲，小马达飞速旋转间，果然看到了效果。在流年醒来的同时，哪吒又喂给他一颗丹药，蛇毒这才算被彻底清除。看到流年重获新生，哪吒也没选择在此逗留，随手扔给了流年一块仙家法宝金砖，作为他收流年当小弟的见面礼。 随后便撕裂虚空，准备离开。临走前还特意留下了一枚印记，就印在了流年被蛇咬的屁股伤口上，告诉流年，如果被欺负了，就可以亮出这个莲花印。可他喵的印记印在这里，咋好意思往、哦、出亮了？出家少爷看上了一对双胞胎姐妹花，说什么都要和人家双飞。不料姐妹花已经名花有主，并且还明确表示他们只喜欢小的少爷，不喜欢大的。就在刚刚，位于万民谷最终 BOSS 所在地兰若寺入口处，幽冥公会小组刚刚抵达这里，便遭受到了僵尸袭击,击。有着两位法师黑白双煞的保护。 外加一名剑士蒋子文的突击，场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这时，一道拍手声突然传来，来人正是排名第六的星辰工会精英成员红绸。刚一见面，便对两个双胞胎姐妹花一见钟情，直接自报家门，突出了第六工会的丰厚待遇和会长哥哥红金的名号，想以此吸引黑白双煞跳槽。此举顿时惹得小阎魔气息全开，要知道他可是掌管地府的丰都大帝后裔，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一块金砖突然砸中了红绸的脑袋，出手之人正是刚获得哪吒赠宝的流年，而流年选择出手相助，也是因为认出了幽冥公会的背后身份。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丰都城的人，据说丰都城的精英都会使用一些禁术，因此公会排名升高也是迟早的事。并且如果攀上了关系，等到他们成为了地府神仙，帮父母增加阳寿，岂不是妥妥的大腿？必须趁机暴露。这时，红绸发现了流年的金砖攻击，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才可以。 便开始吩咐手下不断使用法术攻击，看他还能有多少钱砸。可他也没想到，流年的背后不仅有方氏璀璨集团的撑腰，还有大唐餐饮集团以及何家拳武馆共同组建的一支流年富婆女友财团。对于他们来说，流年用的这点钱简直都不够塞牙缝，从而导致流年的金砖攻击可以无限循环使用。伴着流年挥金如土，开始无差别攻击星辰工会成员。敌方阵亡后，许多装备也爆了出来。见状，流年紧忙开始了疯狂猎取模式，本想以此来补一些刚才花出去的钱，不料却遭到了女友团的疯狂吐槽。 几百万而已，老公你就不要再去捡那些垃圾了。而且别说是几百万了，即使几亿，我们也愿意给你花。可这被富婆包养的感觉，总归让流年有些不好意思。直到幽冥工会成员前来表达感谢，这才缓解了尴尬。而在双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小阎魔和流年也算是正式认识了。经过两人的简短商议，最终决定组成队伍，共同进入兰若寺中探险。来了来了！由于本集剧情炸裂，全程无尿点，请各位同学备好纸巾和眼镜。闯关继续精彩，马上开始。 上集说到，流年和小炎魔组队成功一起进入了最终密藏。据调查，里面的 boss 黑山老妖每隔三十秒就会释放一次大招。小炎魔也不明白，职业还是散人的流年为何如此有信心，不仅声称要替团队当坦克抗伤害，还让大家放心输出，他会治疗大家，共同努力争取破了闯关记录。但既然选择了相信小炎魔，也就没说什么。召唤出地狱小鬼的同时，二十八级大 boss 黑山老妖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团战一触即发，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流年发号施令。只见流年一马当先，率先冲出，利用定身符锁住黑山老妖，成功吸引了仇恨之后，命令法师黑白双煞进行远程攻击，剩下全部近战袭击黑山老妖的背后。眼看着流年在最前方扛伤害，血量已经开始下降，没想到流年竟然使出了回春术，一边掉血一边回血。要知道，想回复如此多的血量，恐怕只有转职成功后的奶妈才能做到。 可让大家吃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流年为自己治疗的同时，竟然又释放出了群体圣炎治疗术。此法术可以瞬间让队友们恢复百分之二十的血量，这下也让大家对通关破纪录信心倍增。这时，伴着流年一声近战后退传出，黑山老妖也开始了释放大招巨藤猛击。流年本想使用战士技破釜沉舟出手抵抗，但由于敌方技能破坏力过于惊人，逼迫的他赶紧又使出了法师技闪现向后闪躲。 所幸大家有着流年的群体治疗术，算是成功抵御住了黑山老妖的第一波大招攻击。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进攻，就在小队扛住了黑山老妖的第六波大招时，黑山老妖似乎察觉到了命不久矣，竟然用尽全身力量释放出了群体技能伤害。幸好流年反应的快，利用奶妈技能灵魂树盾，帮助大家抵消掉了部分伤害。但小队大部分成员的血量还是见了底。反观流年，因为一直持续输出，情况也不容乐观。这时，只见小阎魔突然站了出来：“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话音刚落，就看小炎魔丹手指天怒喝出声：“以我炎魔之名，灵境之力，听从召唤！”灵兽谛听现世了。然而见到小炎魔竟然使出了这招，急得黑白双煞赶紧出言制止，只有流年一脸懵逼：“他喵的，我前面一顿操作，最后轮到你装逼呗！”地藏王菩萨坐下，神兽谛听现世，震惊全场。光是吼叫产生的威压，就让所有吃瓜群众忍不住口吐鲜血，瑟瑟发抖。然而此刻谛听的注意力却只被小炎魔一人吸引，因为他也不明白，仅凭一个小屁孩为何能把自己召唤出来。 反观小炎魔，由于释放奥义也遭受到了反噬。见状，黑白双煞立马跪地请求谛听出手相助的同时，战场的另一侧战斗再次打响。面对着黑山老妖第二形态的大招释放，流年甚至连少林绝学金钟罩都用了出来，抵御住攻击的同时，还不忘吩咐战队成员一定要保持持续输出，只有这样才有希望破了通关记录。此时，另外一边小炎魔显然也是提前做足了攻略，只见一只鸡腿突然出现在手中，递上去的瞬间，就看见谛听双眼泛光，口水直流。 吃到嘴里后，这才勉强答应帮小炎魔出手一次。所以就在流年吃着回血药准备致命一击时，随着一枚地藏圣印被谛听祭出，仅仅是用了一招，便直接将黑山老妖镇压，只剩下一口血残存。原来被召唤出来的谛听原则上不能出手击杀游戏里的精英怪兽，否则将会被上界天神制裁。因此黑山老妖这才被留了一口气，让流年等人出手击杀。众人见状也没客气，纷纷使出绝学，对着黑山老妖开始无差别打击。而伴着黑山老妖惨遭群殴，断了气。 流年等人通关幽冥谷的消息很快便出现在了世界公屏上。此刻，位于幽冥谷出口处的星辰工会小会长同样也看到了消息，忍不住开始怒骂：“黑白双煞，一定是我惹怒我星辰工会，等你们出来，定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残忍！”来了，来了，他来了！男人因为太勇猛，被三个绝色女友夹击，面对修罗场，他果断选择逃回了家，却没想到家里也有爱妃们翘首以待。看来今天是避免不了一场激烈枪战。 就刚刚，流年小队成功击杀了万民谷 BOSS 黑山老妖，送走神兽谛听之后，流年和小炎魔便开始了组内分配奖励。分配结束才刚走出副本，就看到了一直蹲守在此埋伏的星辰工会小会长，还以为打完团战流年和小炎魔会元气大伤的他，非要让流年等人交出装备才肯放行。没想到却被小炎魔提前在其身上下了死咒术，直接让雷劈成了干尸。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因为小炎魔使出的禁术没有被游戏录入系统，导致小会长真的死亡，并没有再次出现在复活点。 因此，星辰工会剩下的成员就要将此事上报给游戏管理员。眼看着小炎魔突然站出来，表示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索性流年也不藏着掖着，说自己认识上神哪吒，兴许能管用。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黑白双煞一阵嘲讽：“别吹牛了，你要是认识哪吒，我还认识玉皇大帝呢。”听到这里，流年的后宫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纷纷站出来证明流年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让流年却没料到，一场女人的战争就这样因他而爆发，双方由争论大赛迅速转变成了比球大赛。 由于敌我双方势均力敌，最后只能用球碰球的方式决一胜负。经过一番大战过后，还是小炎魔出言制止，这才停止了这场闹剧。这时，伴随着一阵系统警告声传出，只见一道身影撕裂虚空。当人们看到来人长相后，这才发现此人正是前来惩罚小炎魔的上仙游戏管理员巨灵神。那一瞬间释放出的神仙威压，让在场所有人都失去了抵抗能力。面对巨灵神的怒火，流年赶紧站了出来，表示这里人多，可以随我去角落里吗？我给你看样东西，如果你还不能消气，那便由你处罚。 而就在巨灵神同意请求后，小炎魔又偷偷下令让黑白双煞暗中跟随，以便起到保护作用。可让两人怎么也没想到，流年才将巨灵神带到角落，就直接脱掉了裤子。巨灵神显然认出了流年身上的印记，就是上神哪吒的莲花印。然而在黑白双煞的视角里，却呈现了另外一幅尴尬画面。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让两人情不自禁的羞红了脸。随后又紧忙收起情绪，转身离开，势必要将此事如实告知小炎魔。不久后，当流年两人回来时，巨灵神明显的换了一副嘴脸。 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就紧忙离开去巡逻其他地方了。此刻，黑白双煞看向流年，就像看鸭子一般，露出鄙视表情。幸好小炎魔没有相信他俩的话。双方做了简短告别之后，便转身向着远处走去。与此同时，申公豹正享受着奴仆的服侍，葡萄在嘴里过滤一下，就要喂到嘴边时，一道怒喝声突然传来：“不好了，申道长，万圣公主死了！”然而听到消息后，申公豹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万圣公主就是他的一枚棋子，仅此而已。既然棋子没有起到作用，那便只有自己动手，设法获取人皇血脉这一条路了。 但出门前还是要先释放一下压力比较好。随即他便看向了正呈现出一脸崇拜表情的奴仆。画面转到万民谷，此刻流年小队正在上演着内讧。对于流年的使用权，经过三女的不断言语刺激，最终还是爆发了内战。然而结果还是原配老婆占据了上风。老公，快跟我回家吧，今晚我会好好服侍你的。一枪难敌三洞的道理，流年还是懂的，因此他只能谎称有事，一股烟飞奔而去。 只留下了三女意犹未尽的在原地哭泣。跑了一段时间，看到没有人追来，这才拿出了玉玺，带着材料传送回到了纣王陵墓内。就看爱妃们正被烟雾环绕周身，询问好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为铸造龙凤剑而做着准备工作。待到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后，就可以完成龙凤剑锻造了。见状，流年便趁着有时间，直接在原地打开了系统奖励的二十级玉玺礼包。没想到打开的奖励竟然是万妖摘星楼，此法宝可吸纳妖魔妖丹进入摘星楼内复活关押，并且还可以对里面的妖魔进行驯化。 臣服度达成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使用其身上的一种神通，达到百分百后可以召唤他们出去为自己作战。而且流年在摘星楼里是无敌的存在，里面关押的妖魔无论多强大都无法对流年造成伤害。看到这里，出于好奇，流年立马选择进入了摘星楼内部，紧接着两个被关押的妖魔便出现在了眼中，而其中一人正是被流年击杀的万圣公主。男人只是在人群中看了女护士一眼。 就下了决心，一定要给他做核酸。可女孩却誓死不从，捍卫贞洁。没办法，男人只能用绑的方式，顺便连旁边无辜的观众也一起办了。为了隐藏龙凤剑流年，特意将它伪装成了干将莫邪剑，用它一路斩杀妖兽，升级刷怪，简直和斩瓜切菜一样容易。这时，世界排名第二十五的免息萤火工会飞行游轮突然从上空掠过。 此刻游轮里正进行着新成员入会欢迎仪式，讲话的人就是工会会长陆管。通过他的不断洗脑铺，新入会的萌新们显然已经被热情点燃，一同呐喊出声，势必要将缅西萤火工会推向另一个高度。这时，陆管突然走下高台，路过一个女护士时，这才停下脚步，轻声询问她现在还愿不愿意继续回去做那些权贵的牛马。直到听见女护士的否定答案后，这才内心发出邪笑，满意的点了点头。至此，新一轮的工会内心活动就此宣告结束。没过多久，就看陆管抬起手，让大家先把嘴闭上。 开始介绍窗外不远处的孤柱山就是工会驻地，并承诺大家只要进入驻地，就可以享受极品灵泉免费浸泡八小时的新成员福利。此话一出，游轮里直接炸。要知道，极品灵泉浸泡可是会获得双倍经验的加成，但在此之前却要先将自己的手机全部上交，因为按照路管的话说，只有这样才可以抛除杂念，全身心投入升级中。然而大家却没看到。 在将手机全部收齐的一瞬间，路管都开始忍不住笑出了声。画面一转，众人已经降落在了孤注山内。只见一些胆大的人走在前头，吆喝着；身后胆小的人虽然有些犹豫，听着工会老成员安慰，这才放下心，跟随大家向着山洞内走去。然而才刚到驻地中心，路管便迫不及待的露出了邪恶嘴脸：“欢迎大家来到免息人类养殖场。”话音刚落，一些眼尖的新成员已经发现不对劲了，但从他们踏进山洞后就已经为时已晚了。这时就看路管身后空间突然出现数道漩涡，紧接着一个人头便从漩涡里伸了出来。 等到露出全貌，大家这才发现，来人正是著名大妖白骨夫人的属下古傲天。将这些人带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古傲天带回去孝敬白骨夫人。陆管唯一的请求，就是在带走之前，让他和兄弟们享用一下这些女萌新们。随即，经过古傲天的允诺后，只见陆大手一挥，女护士首当其冲被水柱卷了进去，就连大商工会的卧底红雁也没逃出魔爪。与此同时，在外界的天空中，大商工会会长江雪正追寻着红雁留下的记号，急速飞行，派出卧底潜伏缅西萤火工会，就是为了探查他们背后的隐。 恰巧此刻，流年刷完野怪，正坐在树枝上休息。天空飘过数道倩影，让他瞬间精神了起来。是不是有什么副本刷新了？那还刷特喵的什么野怪啊？ 社会大哥一旁观战，让手下小弟可劲干，不料却遭女孩一脚爆弹。陆管会长眼瞅着自己手下吃瘪，只能先把女护士放在一边，仅仅是释放了一招水龙卷，女孩便已身负重伤，再无还手之力。这时，数道冰剑突然出现，让女孩瞬间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因为来人正是他的工会会长江雪。面对江雪的到来，陆管显然没打算和他正面硬刚，将目光看向古傲天大人的一刹那，只见古傲天只是略微出手，便将大商工会的众人一击轰散，但此等攻击显然还没达到可以伤害江雪的程度。 陆管见状，一马当先，直奔江雪而去。你们免息工会居然敢勾结妖魔，残害同胞！哈,哈哈哈！只要利息足够大，老子连爹妈都能卖，知道吗？话音刚落，陆管一招水流斩直接射向前方。只见江雪将宝剑立在胸前，寒冰牢笼四个字脱口而出。下一秒，一股股寒气爆发间，竟然直接将陆管的手臂完全冻住。待到江雪上前击碎冰块，被一击秒杀的陆管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免息工会的事我已经上报给了管理，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释放所有玩家，听明白了吗？ 然而，还莫等江雪有下一步动作，随着古傲天发出阵阵声响，一把古剑便从他的身体里抽了出来。此刻，陆管还想舔个脸求古傲天闭眼。 没想到下一秒他就成了第一个祭剑之人，看着会长惨死，缅西工会剩下的人开始四散逃亡，可也仅仅是多活了几秒就被古傲天全部斩杀。江雪明白古傲天的实力不容小觑，所以他一出手便是终极杀招。然而古傲天那被一分为二的头颅竟可以自动愈合，恢复如初。紧接着古傲天气势全开，直接把江雪困在了气流中间，伴随着一直不间断的攻击，江雪的体力也逐渐开始不支。就在这生死时刻，一道红光突然出现，眨眼间便已将古傲天人手分离。在古傲天又一次开始身体重组时， 江雪瞪大了双眼，这才看清来人长相。主角都是最后登场。不好意思，美女，我来晚了。男人号称是这款游戏里的最强散人玩家，一个人来英雄救美，却遭到了美女们的嘲讽。因为他面前的怪物根本就不是游戏里的 NPC，而是现实中货真价实穿越进来的真妖怪。但流年刚获得了十二条命，根本没在怕的。只是队伍中一个女队员身上散发的妖气，让他一时间也蒙了圈。这时古傲天抓住间隙，突然发起偷袭。回过神来，流年一边吩咐江雪他们赶紧撤退，逃离战场。 一边瞬发剑士技，拔刀斩砍向前方。可即便是技能命中了古傲天，他只要还有一丝法力，就可以无限复活、重组身体。听着江雪在身旁的介绍，流年便心生一计，准备见招拆招，利用他可以无限不间断使用技能的天赋，开始对古傲天进行无差别打击。在流年的无消耗无限连击下，还真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见古傲天重组身体的速度显然已经被流年的攻击彻底打乱，在第 N 次重组时，甚至都错误的把脑袋重组到了裤腰带上。 这尴尬一幕不禁让在场众人都笑出了声。眼看着效果不错，流年便又开始了无限连击。最终，古傲天因法力不足，还是被流年拖垮，当场击杀。这时看到流年竟然真的斩杀了妖将江雪，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刷新万民谷副本的最强散人。想到这里，他便开始筹划如何才能将流年收进工会来提升工会实力。就连身旁获救的女护士都忍不住开始向流年暗送秋波，但此刻流年却不敢有丝毫放松，因为经过了爱妃们对他的嗅觉淬炼，他已经确定闻到了那名女队员身上的妖气。 索性直接向他发起攻击来探探虚实，不料却遭到了大商工会成员们的阻拦。你是心疯了吗？为什么突然攻击我们工会的人？见到江雪替自己辩护，副会长鸿雁紧忙又假扮起了柔弱，并指向流年，谎称他曾想侵犯自己，没有得手，这才恼羞成怒下起了杀手。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一众女队员们的嘲讽。而江雪和红艳又情同姐妹，虽然她也感到了有些不对劲，但还是选择相信了红艳。反观流年，根本就没打算做出解释，看向红艳，扬言妖精就是妖精，既然你这么冤枉我，那我待会就如你所愿，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色狼。此话一出，大商工会的成员已经开始向流年发起了攻击，而暗处的红艳隐藏在双手后面，邪暗的脸也浮现了出来。这还被欺负、委屈、痛苦，有的男同伴提刀上马，准备英雄救美，因为这个场景他已经等了多年。 救下女孩，让她以身相许，从此抱得美人归。光是想想就让她流下了口水。可现实却是大姐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放流年走，谁也不许拦着。待到流年渐行渐远，逐渐消失，江雪会长这才轻轻扶起了副会长红雁。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阵阵嘲笑。只见红雁周身开始散发红色气息，紧接着人皮面具融化间，大妖白骨夫人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还没等江雪反应过来，就看白骨精已经动手了。 瞬间释放出的白骨领域将大商工会的众人全部笼罩。因为领域的特殊性，即使江雪想发出信号求救都没有一点可能。伴随着白骨领域缓慢展开，许多实力弱的成员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就连江雪面对这持续不断的白骨攻击，也开始有些体力不支，只能勉强招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雪终是没能扛住攻击，被白骨牢牢困在了原地。听着白骨精的叙述，才得知原来假扮鸿雁引诱江雪到来，还有鱼儿免息工会的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但现在后悔却已经为时已晚。想着自己还没见到梦中的那位王，面对致命一击，他只能遗憾地闭上双眼，等待死亡降临。就在这时，白骨被一剑瞬间砍断，而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被他赶走的流年本尊。死里逃生，让江雪的双眸忍不住锁定在了流年身上。原来，拥有火眼金睛的流年早已看穿了白骨精的诡计，假装被驱赶，就是为了让大商工会的人长长记性而已。 此刻恋爱脑女护士，即便是有白骨缠身，也在努力的向流年爬去，发誓获救后一定要伺候流年一辈子。但同时也有一些别的声音传出，有怀疑流年实力不足，打不过白骨精的，甚至还有说流年是和白骨精一伙的。气得流年反手对着无脑男就是一板砖，但大妖终究是大妖，面对流年的出现，他不仅没害怕，反而自信的发出宣言，表示如果流年可以击败他。 他就甘愿生生世世做流年的女奴，让他发现。眼看着流年还真笑着要白骨精乖乖交出妖丹，双手发力一招白骨怨灵瞬间发出。在他眼里，此刻就算是真仙来了也无力回天。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流年竟然选择顶着攻击冲向白骨精。而流年做出如此选择，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刚刚获得九头虫十二条命的缘故，所以即便是过程中白骨精的攻击斩杀了他两次也没有事。眼看着流年马上就要来到面前，一句摘星楼剑瞬间,瞬间让白骨精瞪大了双眼。龙座剑特技龙凤斩。 这个，还被欺负、委屈、痛苦，有的男同伴提刀上马，准备英雄救美，因为这个场景他已经等了多年，救下女孩让他以身相许，从此抱得美人归。光是想想就让他流下了口水，可现实却是大姐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放流年走，谁也不许拦着。 待到流年渐行渐远，逐渐消失，江雪会长这才轻轻扶起了副会长鸿雁，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阵阵嘲笑。只见鸿雁周身开始散发红色气息，紧接着人皮面具融化间，大妖白骨夫人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还没等江雪反应过来，就看白骨精已经动手了。 瞬间释放出的白骨领域将大商工会的众人全部笼罩。因为领域的特殊性，即使江雪想发出信号求救都没有一点可能。伴随着白骨领域缓慢展开，许多实力弱的成员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就连江雪面对这持续不断的白骨攻击，也开始有些体力不支，只能勉强招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雪终是没能扛住攻击，被白骨牢牢困在了原地。听着白骨精的叙述，才得知原来假扮鸿雁引诱江雪到来，还有鱼儿免息工会的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但现在后悔却已经为时已晚。想着自己还没见到梦中的那位王，面对致命一击，他只能遗憾地闭上双眼，等待死亡降临。就在这时，白骨被一剑瞬间砍断，而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被他赶走的流年本尊。死里逃生，让江雪的双眸忍不住锁定在了流年身上。原来拥有火眼金睛的流年早已看穿了白骨精的诡计，假装被驱赶，就是为了让大商工会的人长长记性而已。 此刻，恋爱脑女护士即便是有白骨缠身，也在努力的向流年爬去，发誓获救后一定要伺候流年一辈子。但同时也有一些别的声音传出，有怀疑流年实力不足打不过白骨精的，甚至还有说流年是和白骨精一伙的。气得流年反手对着无脑男就是一板砖，但大妖终究是大妖，面对流年的出现，他不仅没害怕，反而自信的发出宣言，表示如果流年可以击败他。 他就甘愿生生世世做流年的女奴，让他发泄。眼看着流年还真笑着要白骨精乖乖交出妖丹，双手发力一招白骨怨灵瞬间发出。在他眼里，此刻就算是真仙来了也无力回天。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流年竟然选择顶着攻击冲向白骨精。而流年做出如此选择，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刚刚获得九头虫十二条命的缘故，所以即便是过程中白骨精的攻击斩杀了他两次也没有事。眼看着流年马上就要来到面前，一句摘星谋剑瞬间让白骨精瞪大了双眼。龙凤剑特技，龙凤斩。 让一个女护士当众下跪，想着要给男人当暖床丫鬟，就连身边所有的异性都开始自告奋勇，抓准时机势必要抱上这个大腿。原来就在刚刚，流年只是略微出手，便击杀了文明西游神话里的大妖白骨精。而相比于游戏里的其他女玩家，江雪还算是淡定的，她只是不明白为何一个在游戏里还没转职的散人会有如此实力。这时，一道道尖叫声突然传出，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的看向了流年的下面。当流年反应过来，这才发现原来是九头虫的九条命在刚刚的战斗中丢了两条。 剩下的几头忍不住钻了出来，告诉流年需要尽快双修补充能量，才能让他们复活。眼看着流年因九头虫浑身开始散发妖气，黄毛男紧忙又站了出来，开始声讨流年。就连江雪也开始对流年起了疑心，忍不住询问他到底是人是魔。这时，黄毛男抓住两人聊天的间隙，偷偷用手机联系了游戏管理员。 随即没过多久，就看一道金光骤然乍现，上仙巨灵神的神体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当巨灵神落地的一刹那，除了流年，所有玩家都因巨灵神的威压匍匐在地。而此刻最为高兴的莫过于黄毛男本尊，他无比期盼着巨灵神可以当场斩杀流年。然而他却听到了江雪竟主动下跪请求神仙手下留情，就连那个女护士也主动站了出来，说要替流年接受惩罚。但巨灵神显然根本没打算理会他们，只是俯下身来到了流年面前。见状，黄毛男的心都要飞了，他甚至开始幻想自己立了功，所有女玩家都。 主动来抱他大腿，走向人生巅峰的场景，不曾想在威压解除的那一刻，巨灵神竟然当众一把将流年搂进怀中，亲密的就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般，惹得黄毛男急忙上前告状，说流年身上有妖气，和妖魔是同党，应该当场击杀以平民愤。不料下一秒，所有人又再次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因为巨灵神听说了刚刚的事后，竟主动要检查流年的下面，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九个宝贝这么神奇。看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流年显然和巨灵神很熟悉，要不也不会做出如此亲密的动作。而黄毛男自然也看出了端倪，当场扬言要将巨灵神的包庇行为检举揭发到游戏管理处。然而换来的却是巨灵神的一个眼神，黄毛男就被瞬间震飞，仅剩,剩下了一口血，苟延残喘。而就在巨灵神准备下杀手时，上空的空间突然被撕裂，紧接着就看到了二郎神杨戬从裂缝中缓慢走了出来。 男人仅用了九九八十一分钟就通关了别人几天才通关的黑神话悟空，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兄斗战胜佛孙悟空。就在刚刚，二郎神杨戬带着哮天犬收到举报前来捉妖，面对上神的威压，在场的所有游戏玩家全都匍匐在地不敢出声，唯独一人昂首挺胸不肯跪拜，而他的理由更是让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那便是终有一天我的仙位会在你之上。相信此话要是在别人口中说出，大家都会认为是个笑话。 可要是换成一直在创造奇迹的流年，就另当别论。发出举报的黄毛男看到流年竟敢对上仙如此无礼，邪笑出声的同时，果然看到哮天犬动了。那架势根本没打算理会众人的劝解，直接全速冲刺，向着流年正面扑去。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流年凶多吉少，黄毛男甚至都高兴的起身开始手舞足蹈时，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只见哮天犬像似遇见亲人一般，对着流年撒娇。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 原来是上一任哮天犬，因为在凡间骑母狗被二郎神贬入凡间，所以现在看到的乃是更为温顺的二代哮天犬夫妇。听着哮天犬主动汇报说，流年身上根本没有妖怪气息。巨灵神见状也紧忙开始附和，表示哪吒三太子曾说过，流年在双修天赋上异于常人，所以散发的妖气其实就是他凝聚出的九个二弟而已。听到这里，杨戬也明白了事情缘由。 对于黄毛男的诬告造谣，直接施展法术让其等级回到了初始阶段，重新修炼。随即将哮天犬召唤回来，准备离开时，又转头看向了流年，留下一句“我在上位等你”，便撕裂虚空，消失在了原地。然而被巨灵神泄露隐秘的他却遭了殃，因为在场的所有女玩家都开始自告奋勇，要一起服侍流年九个老弟，好抱上他这个大腿。画面来到游戏小世界里的某处，眼看着黑神话悟空已经被通关，感受到一股气息正在追赶他而来，男人直接扔掉了游戏机，展示霸气宣言。 我只想找个地方安静的玩会游戏，没想到你二郎神竟然一直追到这里，那就别怪俺老孙送你上西天了。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美女主动投怀送抱，不惜献上洗面奶为代价，只为获得一次配偶权？听说了他的本事后，更是惹得修仙界女大佬蜂拥而至，一发不可收拾。原来男人号称双修界最强炉鼎，拥有九个宝贝的他，只要与其修炼一次，便可得十年。泄露完流年隐秘后，巨灵神看了看被女孩包围的流年，尴尬的笑了笑，便撕裂虚空离开了原地。而相比于已经快疯掉的众多女孩， 江雪却异常淡定，并对双修产生了质疑。然而，经过流年的一系列洗脑演讲后，江雪内心对传统的认知显然已经开始动摇。某一刻，甚至有了上前抢夺流年的冲动。这想法一闪而过，江雪紧忙抛去杂念，屏住了呼吸，因为她知道，只有梦中的那个人皇，才能真正配得上自己。 不久后，众人来到了山洞外，因为还要解救其他的同伴，江雪便带着大商工会成员先行一步，率先离开。看着身后这群无家可归的人，想着自己之后也会成立工会，便让这些人先去找方琪尔，让他帮忙筛选一下，选择出一些精英等，创建完工会再吸收进来。这时，宝华楼青秋雅突然打来了电话，说有他父亲的消息了，让流年赶紧来宝华楼详谈。而当流年来到宝华楼后，让他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只见刚洗完澡的青秋雅迎面走来。 表示宝华楼的消息都是收费的，但钱他自己有的是，所以只要流年答应他一个条件就可以获得消息，那就是利用流年的双修天赋，立刻帮助他修炼突破境界。狂热女修遇见极品双修男，一碗五十次给他彻底榨干，唯独苦了门外偷听汉，用了五卷卫生纸奖励自己，却还是没解馋。就在刚刚，二郎神杨戬奉天庭谕旨。 特意下界捉拿疑似叛逃西方教的斗战圣佛孙悟空，有着哮天犬的嗅觉加持，杨戬终于追寻到了孙悟空的气息。这时，哮天犬本想出手立功，却被杨戬一戟拦住了去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以哮天犬的实力，不出一个回合就会被孙悟空击杀。不久后，就看两人刚一见面，孙悟空便忍不住发起了牢骚：“我特喵的，精也取了，魔也杀了，现在没事躺平玩会游戏都要被通缉吗？”然而，在杨戬眼里，孙悟空如此随意丢弃佛位，就是触犯了天庭法规。见状，悟空也懒得和他解释。 挥起金箍棒，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上神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只见杨戬挥出三尖两刃刀，拉开了身位，紧接着毫不犹豫的直接开启了轮回天眼，发射出一道极其恐怖的死亡射线，威力之强，就连孙悟空也得选择避其锋芒。然而就在两位上神彼此交恶、酣战淋漓时，位于宝华楼的卧室里也在进行着一场春天的战斗。伴着流年的七个宝贝一涌而出，青秋雅这才终于确认了他得到的消息属实，流年果然就是那万年不遇的双修极品体质。 因为他们青丘一族从小精通双修之术，为此青丘雅便决定让七个兄弟一起上。 希望以此来发挥出最大功效，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料，在七倍快乐的加持下，他的实力很快便突破到了玄仙后期。要知道，这一个小境界可是卡了他四百年的时间，如今一夜便获得了突破，如此功效让青丘雅更加不敢懈怠。再次投入战斗时，没想到却意外复活了流年已经死去的八弟九弟。随着两个弟弟的加入，战场已经开始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可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战斗已经被人从头看到了。门外偷窥之人正是流年的徒弟小八戒。 几个小时后，青秋雅经过了五十次修炼，已经精疲力尽，境界实力最终只能止步在了玄仙大圆满。雅姐姐，这下你可以告诉我父亲的下落了吧？听着流年问话，逗得青秋雅邪魅一笑，强行转过身来，表示据可靠消息称，你父亲是被困在了蜘蛛精的盘丝洞里了。听到这里，顿时吓了小八戒一跳，因为盘丝洞正是他母亲的洞府。 他是天蓬元帅猪八戒的重孙，却因为有个寡妇娘亲，让自己哥们成了后爹，这其中关系有点乱。一切要从小八戒发现流年要去盘丝洞说起，因为流年的爸爸疑似被关押在盘丝洞，而盘丝洞正是小八戒蜘蛛精妈妈的洞然而就在小八戒准备和流年坦白时，一道尖叫声突然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尖叫的来源是一间按摩酒吧门口，此刻一个矮粗胖正捆着一只瘦娘上下其手。由于人类女人他已经玩腻了，所以今天必须要寻找一下刺激。二话没说，解开绳子就直奔瘦娘而去。 然而就在寿娘受撞击晕倒之际，流年和小八戒的突然出现直接打断了他的计划。想着以后可能还需要流年的帮助，小八戒便挺身而出，亮出了九齿钉耙，面向前方。这时听说矮粗胖乃是土行孙的儿子，小八戒便开始和流年窃窃私语，表示只要将这小子告到文众天尊那里，他定然不会有好果子吃。因为文众和土行孙是死对头，所以此话一出，矮粗胖就已经怂了。 扬言都是先家后裔，何必苦苦相逼？可就在小八戒刚放松警惕，矮粗胖双眼凝聚间，拿出武器便向小八戒发出了偷袭。没想到流年早已看穿了他的狗伎俩、啊，一招妖法紫交灵舞瞬间洞穿了他的胸膛。而随着矮粗胖被秒杀，一条捆仙绳法宝也同时爆了出来。直到小八戒亲眼目睹了流年出手，这才相信关于他的传言都是真的。流年虽然是凡人，但攻击力却足以堪比真仙。向流年表示感谢之后，小八戒就把目光看向了晕倒的兽鸟。 就要把他带回家进行特殊治疗。一道怒喝声吓得他紧忙退后几步，尖叫出声。因为来人正是他的母亲蜘蛛金珠十娘。听着小八戒介绍说，流年就是击杀白骨夫人的那个凡人。朱十娘先是解释称自己的洞府盘丝洞因为被申公豹征用了，所以才选择临时回来照看小八戒。随后又把目光看向流年，心中暗道：原来他就是那个拥有先天极品双修体质的凡人。从青秋雅的朋友圈可以看出，如果和他双修一次就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吃了蝌蚪还能增加寿命。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他。男人去朋友家里做客。 却被朋友母亲一眼相中，支开儿子就把他带到了情趣宾馆，开了个浪漫水床房，就要探讨春天的故事。就在刚刚，听说妈妈有事要和流年私下探讨，小八戒本想一同前往，最终在朱氏娘的恐吓下，还是转身带着寿娘离开了。两人，此刻流年还以为朱氏娘是要和他说一下盘丝洞的事，也没想太多，只是跟在朱氏娘身后行走，总有一些异样的目光朝他看来。听着朱氏娘解释，这才知道原来流年的极品双修体质在妖界已经上了热搜，看着铺天盖地关于他的种种新闻传言。 还没等流年反应过来，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电之人正是来询问他为何不回家的原配方琪儿。就看其闺蜜看到流年后，马上开始了表演。不料才刚秀起了高难度瑜伽姿势，就被方琪儿无情推开，表示最近有好多人来找我建立工会，还说是你让的，是真的吗？可就在流年给出了肯定答复，方琪儿的另一个闺蜜又闯进画面，表达了对流年的思念之情，气得方琪儿当场发飙，让流年记得自己可是他名正言顺的老婆如果明媒正娶那小妾，这都可以接受；要是胡搞乱搞，被他发现一定废了。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留下流年原地懵逼。但朱十娘却在背后遗憾地叹了口气，心里还在幻想，要是这电话再晚来一回，那该有多刺激。不久后，随着朱十娘停下了脚步，让流年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朱十娘带他来的地方竟然是一家情趣宾馆，吓得流年当场就要打退堂鼓。奈何朱十娘根本没给他机会逃跑，拉着他来到前台，直接开了一间浪漫水床房。在两人来到房间后，朱十娘第一时间便反锁了房门，粉红色的回忆外加各种刑具，看着面前的一切，流年刚把头转过去就要离开。 没想到，却看见朱十娘已经脱下了外套，吓得流年不得不发出警告：“阿姨，你别这样，不要逼我动手反抗啊！”奈何朱十娘根本没理会，反而直接扑进了流年的怀抱，温柔出声：“我又不想害你，你忍心对我动手吗？可惜你女朋友电话来早了、啊，不然还可以玩个更刺激的。别抵抗了，放松下来，今晚你是我的了。”百岁老寡妇贪恋年轻壮小伙，可经验老道的她仅仅是看了一眼老弟就要不行了。原来小伙远非正常人可比，他正是拥有万年不遇的先天之阳双修圣体的流年。虽然阿姨是好阿姨。 但因为她是自己好朋友小八戒的母亲，因此流年这才百般阻挠，避免了霸王硬上弓。眼看着流年怎么也不肯现身，朱十娘便提议和他玩个拔河游戏。 蛛丝连接着两人的身体，上面有个小气。这游戏比的就是家里和拉力的较量，只要流年赢了，就立刻放他离开。由于流年的排水渠已经被妲己淬炼成功，所以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朱十娘的请求。然而，直到游戏进行时，流年才意识到不对劲。他怎么也没想到朱十娘的加力会如此充满力量。可就在流年以为自己都要输了，就看朱十娘突然卸力，直奔流年而去，并且还借力打力，精准命中目标，一发入魂。 拉力和冲力的加持下，速度之快让流年根本来不及躲闪。眼看着木已成舟，一场血战就要吹响号角。宾馆的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来人正是收到举报前来查房的丧门星君张桂芳。可当他看见房间里的人竟然是纣王帝星转世的流年，吓得他急忙道歉，灰溜溜的跑出了房间。门外的张桂芳也没想到，大王经过了千年岁月洗礼，却还是如从前般喜爱女色，连寡妇都不放过。想着如此下去，定会耽误大王修炼，张桂芳便决定立刻去找文太师告状，希望文仲可以来约束一下流年。 画面再次转到房间内，由于两人被张桂芳当面撞见，也失去了兴致。朱十娘便决定先放了流年，双休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逃过一劫的流年穿上衣服，赶紧逃离了战场。而他此刻最想去的地方，正是囚禁父亲的盘丝洞。路上一阵音乐声突然传进耳中，放眼望去，只见一个孩童模样的少年便映入了眼帘。就看少年来到流年身前，自报家门说他就是一代魔界大佬通天教主。然而经过流年火眼金睛的探查，发现少年的提示界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道士游戏玩家。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玩家的身份乃是通天教主利用遮掩天机术伪造的身份而已。眼看着流年根本没打算理他，扬长而去。通天立马抛出诱惑，说只要一个亿，老夫就把诛仙阵法卖给你，怎么样？然而即便是此刻他说出了花来，流年看样子也不会相信他的话。无奈之下，想着他的重生也要拜流年所赐，因此也没说什么，双手合十，金色光芒骤然亮起，遮掩天机术再次现世，目标直指流年本尊。而流年被施加法术后，就算是圣人来了，也难以查出他就是纣王帝辛的转世。 他本是闻名于西游神话中的大妖白骨精，如今却被一介凡人囚禁捆绑，让他从了男人，否则就要受到千只蚯蚓钻缝之苦。然而受到刑罚的白骨精却没有丝毫痛苦，反而舒爽。直到听见身旁两位侍妾嘟囔，这才恍然大悟：咋了<莲>？你为何要奖励他，不奖励我们呢？就在刚刚，位于盘丝洞附近的山林中，为了安全起见，流年决定进入洞穴前。 先抓个小妖问问里面的情况也好，提前准备。不久后，一个出来放风的小妖便出现在了视野中。之前流年缴获的初级捆仙绳法宝，目前虽然对真仙以上的大妖不起作用，但对付区区小妖还是手到擒来。这时，只见小妖刚被捆绑，便开始了自报家门：“我乃白眼魔君麾下大将小旋风，还不赶快放了我！”然而见到流年根本没在意，甚至还拿出匕首就要处决他，吓得小旋风一股脑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 原来白眼魔君就是一个蜈蚣精，实力处于四十五级大妖巅峰，擅长用毒，特别是胸口的白眼可以释放致命金光。他的爱好就是百合。听到这里，流年还误以为是百合花，直到小旋风解释才反应过来。也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癖好，所有被抓来的女人都留在了洞府中供白眼魔君享乐，而抓来的男人们则被一个大人物带走了。随着小旋风将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流年说完，让他下辈子做个好妖，直接一刀将其人手分离，当场毙命。想着虽然他自己有几条命可以用。 但白眼魔君的致命金光乃是群体攻击，就算命再多也是徒劳。思来想去，他便想到了一个办法，那便是回到摘星楼里找到之前被他击杀的白骨精。如果可以成功驯服白骨精，获得他身上的变身技能，就可以以假乱真，混进盘丝洞见机行事了。而当流年当进入摘星楼内，经过两位侍妾的指引，很快便找到了绑在柱子上的白骨精。此时的白骨精看到流年，恨得牙齿痒痒,痒。想当初，要不是他被阴了，这才让流年用以命换命的方法击败了自己。所以面对流年的警告。 他很明确表示自己就算去死也不会像一介凡人臣服，因此流年也没说别的，直接打开了千秋池。这里面的蚯蚓有上千条之多，见缝就钻，可令受刑者痛不欲生。伴随着流年将绳索割断，白骨精便径直的掉进了千秋池中。然而就在流年等着他主动求饶时，没想到白骨精在里面竟意外爽翻了天，气得流年对着墙壁就是一脚，还因此惹来身旁两位爱妾埋怨：“大王，你为何突然奖励他而不奖励我们呢？”来了来了。 由于本集太过炸裂，部分剧情需要自行脑补。小白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上集说道，面对流年的蚯蚓钻缝折磨，白骨精不仅没害怕，反而很享受。无奈下，只能将他抓出了千秋池，先绑在狂欢椅上，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服他。这时，万圣公主紧忙抓住时机要为流年按摩解乏，九头蛇也表露忠心，让流年枕在她腿上给他来个头部理疗。想着一时半会也没有制服白骨精的办法，索性就先同意了两位爱妾的请求。然而，当九头蛇询问流年什么时候可以宠幸他。 想起九头蛇乃是男人所变，心里实在过不去这道坎，所以只能敷衍推脱，下次一定。另一边，万圣公主也没闲着，直接选择用脚来按摩流年的小头。没想到这一瞬间的舒爽，竟然意外触发了系统隐藏福利，成功领悟了摘星楼专属按摩功法。由于两位爱妾最高实力九头蛇乃是大妖中期境界，所以流年便获得了大妖中期实力防御二十四小时使用时间。想到这里，流年记得不久前和青秋雅双修一次，他便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突然起身询问，得知万圣公主如今的实力仅处于大妖初期阶段，因为自己跨不过小九那道坎，只能选择让万圣公主尽快提升实力，如此也可以让她出去对战蜈蚣精多一些胜算。而听到流年的叙述后，万圣公主根本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地摆好了造型。由于小九还有不远处的白骨精存在，很是尴尬，因此流年也开始控制时间，很快就缴械投降。 一次修炼结束后，万圣公主的实力果然提升到了大妖中期。这下惹得小九彻底不淡定，根本不顾流年的推脱，拽着流年开始撒娇，就要他立刻帮其提升修为。这时一阵洪水声突然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原来是白骨精见到流年和万圣公主修炼，导致他忍不住泄洪，情绪爆发，竟然直接挣脱开了锁链。眼瞅着白骨精即将进入暴走状态，流年紧忙吩咐两位爱妾施展妖法控制住海啸，而他自己则单独来到了白骨精面前。 我知道你这样欲望强烈的大妖无法用我强大的能力屈服，但如果你愿意臣服于我，我发誓必定拼死为你截取一线飞升机会。说完，直接对着白骨精亲了过去，紧接着一张羞红的脸便映入了流年眼中。女人为了获得实力提升，竟然要挟极品炉鼎一周必须和他双修一百次，吓得男人连忙表示一周最多十次，否则就算得到了奖励，腰子都没了还有什么用？就此分面对流年突然的亲吻，白骨精先是羞红了脸，向后闪躲。 但经验老道的他马上便意识到了不对劲，随即又紧忙贴了上去，询问流年一直想办法要他臣服到底是为什么的同时，还顺便一把握住了正战军姿弟弟，表示九头虫臣服你之后，让你获得了他的本命技能灵气化蛇，赋予至阳之力，才凝聚出了这几个宝贝。说吧，你之所以一直想驯服我的原因，是不是遇见什么棘手的事，需要我的白骨八变技能解决麻烦呢、啊？这时看着一言不发的流年，白骨精明白自己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同时白骨精也认可了这摘星楼的级别，简直可以媲美先天灵宝了。 这时，眼看着流年遭受质问，小九突然出现在两人中间，对着白骨精怒骂出声，还吩咐一旁的万圣公主上去掌嘴。不料却被流年拦了下来，看向白骨精，让他说出可以妥协的条件。没想到白骨精给出的答案竟然如此离谱，不仅要让流年帮助他突破境界晋升妖王，而且还要流年一周之内和他修炼一百次。这虎狼之词可把流年吓懵逼了。要知道，就算是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折腾，更别提他了。想到这里，流年紧忙表示自己最多能接受一周十次，如果实在不行。 以他目前拥有的大妖中期防御力和白眼魔君一战之力还是有的，但如果今天白骨精不给他技能，那么以后就别想再走出摘星楼一步。说完就看流年转身就要离去，吓得白骨精急忙出声挽留：“别生气啊，我同意了还不行吗？现在可以帮我修炼了吗？”话音刚落，就看流年转头和系统说了什么。紧接着，小九和万圣公主就被光照囚禁在了原地，视觉和听觉被全部隔绝的同时，伴着白骨精主动摆好了造型，流年一股劲直冲云霄，那一刻仿佛春天来了。 又到了什么什么的季节。不久后，经过流年的输出，白骨精果然成功晋升了妖王境界。目的达到，白骨精也很信守承诺，将白骨八变技能传授给了流年。此技能可变成各种人形态，以及驱苍蝇、蟑螂等七种恶劣动物。眼瞅着白骨精因劳累过度昏睡过去，流年也不敢再耽误时间，立刻启用了系统传送，目标直指,指盘丝洞。这是号称喝一瓶可以延年益寿的流年精华，可女孩却对他嗤之以鼻。原来女孩就是传说中的大妖白眼魔君，喜好百合的她对男人自然厌恶至极。 伴着一个女犯人被压了上来，白眼魔君上前挑起女孩下巴的一刹那，变成蚊子的流年这才认出被绑的女孩竟然是老熟人何叔。眼瞅着何叔就要被白眼魔君玷污，流年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只见他以蚊子形态直接奔向白眼魔君的花蕊所在地，一顿疯狂叮咬之后，惹得白眼魔君瘙痒难耐，瞬间兴趣全无，将何叔推倒在了地上。而此刻白眼魔君的想法与何叔不谋而合，害怕自己真的得了什么妇科病，急忙叫来手下，让其赶紧把会医术的表妹请来。画面来到不久后的盘丝洞外。 迎面走来的正是白眼魔君的表妹小猪娘。根据流年探查，小猪娘的实力处于大妖初期阶段，所以流年根本没犹豫，一招紫霄灵武瞬间秒杀了小兵，随后又以迅雷之势补刀小猪娘，再次成功击杀大妖，获得妖丹。然而准备变换成小猪娘潜入盘丝洞感受着身体似乎有缺陷，将胸部变大几倍之后，这才满意的笑出了声。待到流年伪装成功进入盘丝洞，看到锁链上被绑着的一个个身影，气得他牙齿痒痒，心中怒骂：一定要把白眼魔君抓进摘星楼。 好好折磨一番才解气。这时，只见白眼魔君看到小猪娘后，直接来了个熊抱。由于两人贴得太近，导致流年兄弟不受控制的膨胀起来，这股异样差点暴露了他。索性听到流年狡辩，加上白眼魔君也有事找他，也没太在意。命令手下全部退出山洞之后，只见流年双眼瞬间怒睁的同时，就看白眼魔君已经脱下了衣衫，非说自己可能得了病，要流年赶紧帮他吸毒。